各位投资者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，我是蓝心。大家注意到今天收盘收了一个相当吉利的数字，对不对？刚好15000，对不对？甚至包括整个量来看呢，222858哦，发我发哦。当然，这种不要去穿凿误会这个附会了，对不对？站上15000，真的是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我说真的，最近台股啊被空头是在打压的喘不过气来。当然有国安基金进场不是什么坏事，难道要继续跌吗？我请问你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看到有人的讯息说什么今天要去拼跌200点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真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我只能说祝他们好运，好不好？不过今天有一点点可惜，对不对？在今天这个大盘站上15000的时候有一点点可惜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们差5点，7月份可以到1000点，事实上我应该去试看看，但我没有去做，对，但我没有去做，因为不要为了做而做啊，要有行情才做。我今天怎么告诉我的会员我判断我的行情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啊，跳空行情要等突破或跌破才要出手，而且今天是礼拜五，向下机会比较高。我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棋子啊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你回去看看，对不对？10点24分，我说这时候你不用做，对，你不用做，好不好？向下机会比较高。我先跟你预告，这里嘛，在这里啊，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向下机会比较高吧，但是我说你不用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今天没什么行情。正常情况之下，礼拜五本来就比较没有买盘，而且比较容易杀尾盘，对不对？我当时真的是忘记我们只差五点，不然我随便放空一下，我们赚10点就补，好不好？也是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我想是无此必要啦，没做就没做，对不对？有行情再做就好了，等到真的突破或跌破再做。而且我也告诉我的会员，会员一直问说，哎，老师差五点怎么不拼一下？我怎么告诉我会员？你可以看清楚，我说周五卖压大，但是要跌个200点恐怕是有困难的，除非你自我膨胀，你小看了国安基金嘛。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礼拜的礼拜三，我告诉你什么？我说尾盘拉台积电到500，我去赚那一段，你有看到啦，对不对？你有看到了嘛？27日那个7、80点是这样来的，结果台积电不是500，好像是502还503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哇，就黏在这里了嘛。那我跟大家讲，你不用去小看国安基金，你要今天赚个跌个什么，跌个200点，可能性太低太低了。到买卖讯号出来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讲 ，OK， 好不好？OK 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此，但是如此啊，很可惜差了5点，7月份就满千。你说下周一再拼，下周一是8月了，8月份从8月份开始算，好不好？8月份就从8月开始算。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如果你只想要赚5点、赚10点的，你不要找我，因为那个赌看看就有了，有时候盘跳很快，一下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想要赚报酬率比较高的，你自己看一看嘛，投资朋友，你想赚报酬率比较高的，来找我，好不好？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不能说功亏一篑啦，995也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七月份其实根本没有做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做完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你如果认同我的做法的，我讲的，我不赌行情，所以我不留仓。昨天那种直接怎么样跳空开高100多点，这我赚不到。除非我判定行情方向确定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敢赌。那现在我就方向不确定，没关系。而且现在啊，我讲过的嘛，国安基金进场通常3个月内见低点嘛。你不信，你去看2008年就知道了。而且你要知道哦，其实不管哪一年，不管行情好或行情坏，通常第四季啊，而且通常10月开始啊，都会有行情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在10月之前先把股票买好，你不能等利多出来之后才去买股票，这样你很容易买到最高点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我就不讲了哦，不用看软体什么，全部就看我们的讯息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一开盘，货柜很强，对不对？那些来骂我货柜套牢的人，投资朋友，我货柜哪里套牢了？我请问你，除夕都放你自己的口袋耶。你100元买长荣的人，我请问投资朋友，你哪里套牢了？有人跟我说，100元买长荣现在多少钱？你套牢了。
现在多少？现在95.5，你套4块5，投资朋友，他除息的16元呢？这么简单的算数，你会不会算？投资朋友，那你100元买的阳明，现在套多少？现在套了11块10.4元，投资朋友，他除了20元呢，你会不会算啊？而且还有更低的，我跟大家讲，请你把它圈起来看，本波段最低点大概就涨到那附近，当然那一天不是最低点，应该不是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不是。对不对？2603，本换算一点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哦，79.2啦，对不对？79.2应该是那个除夕的第一天吧？我猜，我没有注意去看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在7月5日，我们进场去抄87跟81的嘛，不就这样子吗？不就这样子吗？会不会很简单？我认为很简单啊，我告诉你，明明马士基，对不对？明明什么，对不对？乙星，明明日本游船，人家都没点，你台湾自己在那边哭什么哭？我想不通。没有错，大家本益比都很低，都是1倍、2倍，最多到3倍而已。但是，仲裁你赚不赚嘛？当你发现到长荣、阳明这两年的 EPS 加起来90几块，股价剩80几，你要不买？你要不要买？对不对？你现在买不到87块钱的长荣了吧？你现在买不到81块钱的阳明了吧？你买不到了，你要怪谁？怪你自己没有勇气啊！看到大家在追杀，你跟着追杀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不然你就去搬去中国嘛。这个新闻我看得很觉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要防止病毒传播 ，ATM 能存不能取哦。你要去取款，你就要去银行排队哦。有没有觉得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就是中国的政策嘛，坚持清零。所以呢，国民党赶快搬去中国，好不好？赶快搬去中国。当然，是不是是内有隐情？因为现在在听说中国有一些银行已经没有钱了，钱被政府挪用了。这我不知道，我们就当成真的是坚持清零，妈拍拍手，邱淑媞，对不对？赶快过去中国生活，好不好？那些说台湾防疫很差的，赶快去中国生活，因为你只要一旦染疫，马上就有方舱医院可以住，还可以一起唱方舱医院真美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国家好强大，你拿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到世界各国，对不对？都有人会保护你啊，吴京这样讲的嘛，吴京说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啊，你赶快去 ATM 不能领取，用排队的，总有一天排到你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新闻有写嘛，今天港股大跌，上半场跌73.73，就跟什么，跟监管啊、清零啊、跟蚂蚁有关。哦，蚂蚁现在说什么跟马云对拆伙了嘛？所以今天阿里巴巴大跌嘛。哦，这内容我就不看了，反正前几天还涨地产股嘞，说政府要救地产，我把我们家写诺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昨天看一个东西，叫《总容历险记》啊。其实这个我常在看他节目啊。哦，我为什么要拿这个跟他讲？你在坚持清零啊？投资朋友，荣荣他前应该是这个月吧，7月份或者是6月底，他要去伊朗，中途转机杜拜，现在杜拜机场这么的热闹，哎，这么的热闹。投资朋友，如果你坚持清零，你不可能这么热闹吧？我是不知道杜拜的防疫策略如何。那这位荣荣他说什么？只有一半的人戴口罩。对不对？如果说不管BA.5 啦，或什么 BA.5 啦，或怎么样 BA.2 什么等等的，如果真的没那么严重，是不是本来就应该开放了？当然，杜拜我相信他们就是对不对？这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地方，应该是民主国家，但中国就另当别论嘛。我会跟他讲，对不对？邱淑媞啊，那些国民党的，你就赶快过去中国。你看上海滩前面多么干净，清零啊。清零啊，对不对？全部清到零嘛，好不好 ？OK 的，你就千万不要去杜拜机场，因为被传染，好不好？那回到我们今天，其实为什么台北股市算起来蛮强劲的？因为你想不到的，苹果竟然财报不错，真的没想到，对不对？还跟你说它展望不错嘞，这更神奇了。不是有人说消费电子很差，苹果接下来 iPhone 会很惨，目前看不到这件事情啊。不过苹果现在啊都偷机，它现在不讲财测了。他现在不讲财测了，你们分析师爱写自己去写吧。
今天盘后涨 3%。 我今天一大早起床的时候比较吓到的是什么？亚马逊，亚马逊继续赔钱哦。欸，我今天没有贴亚马逊，亚马逊继续赔钱哦。亚马逊涨了10%+啊，对不对？当这些科技股，欸，开始有人，当有人有利空啊，什么 Meta 什么利空，盘后跌下来，对不对？昨天前几天什么 Snap 还是什么鬼什么鬼东西的，但是开始有科技股，欸，他们在突破重围哦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消费电子真的有那么差吗？投资朋友，你会不会看 K 线吗？我请问你，我讲过，真的，如果世界先进跌到42元啊，我就有三个字告诉你，叫赶快买。大家记不记得，今天不是有一则新闻？我今天没有列出来给你看，叫做什么？寿险六月份大回补台股。有人说：“哎，会计师，你不是说寿险大卖台硕南亚？”我告诉你是七月份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台硕南亚，你去看清楚，台硕除息是7月5日，他们除完息才开始毛起来 K 的。为什么？资本市足率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则新闻。其实之前有不少的寿险，他们认为第三季会更惨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啊，美国会升息的非常快速，而且会升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等一下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全部都用最悲观的看法，对不对？就算公司释出比较乐观看法，你现在都很悲观。你看这凯基写的，他把这个瑞昱降下来。说真的，我觉得瑞昱是 好公司，我是没叫会员买没错了，对不对？人家网通不错啊，对不对？短期展望没有像预期那么低迷，不过他把目标价怎么样降了100多块下来，可能很久没有去 cover 他们，他降到354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多少钱？降到330吧，是不是？342，跟今天股价差不多，最高就354嘛，对，就到354。事实上他讲了什么？我们看到新闻上他写什么？就亚马逊13%，对不对？他写说绝大部分有效库存是可以逐渐消化的。我觉得这不错啦，真的。好不好？这真的不错。哦，那不是推荐你这时候买这些，因为有更便宜的股票买嘛，有长荣阳明买，对不对？也有前景很好的，像建策可以买。甚至接下来下个星期很可能可以去低阶 ABF 了。昨天不会有人敢跟你讲 ABF 啦。每个人都跟你讲，哇，我手脚多快，对不对？我像闪电侠一样，我3秒钟就结束了，类似这样子的鬼东西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讲这种东西啊，结果我在跟你讲 ABF。我昨天上股市现场，我也跟大家讲过，铜价下跌最有利的就是散热跟 ABF 嘛。当然没有错，现在 ABF 有杂音，但是真的那么差吗？新兴下半年只要持平，今年可以赚到18、19块，持平就好了。现在股价多少？对不对？是不是13几啊？158啦，158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我叫158，都太离谱了，好不好？都太离谱了。你看，那我们台股就怎样，把利多当利空在做。昨天其实难得看到，对不对？难得看到自身讲那么好。虽然说啊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过，你不要看电视，不要看电视，不要看这个报纸去买股票，不然会很惨。昨天自身法说讲什么？声学车电产品需求强，第三季营收获利双增。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公司这么好了。昨天还一档股票叫智茂，也跟你说下半年很好的。结果你看今天走势，我都想笑了，对不对？我还以为今天会涨停板呢，投资朋友。结果今天开盘之后不久，竟然打到平盘以下。你看大家做了多短啊？证明所有人，包括法人、散户，对这行情根本就没有信心嘛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不是什么坏事，真的。这样才好，你们都退场才好。昨天你去看到哦，昨天空单大增一大堆的，什么友达、群创什么一大堆，几乎所有都在放空啊。这样才好，这样才有轧空行情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样才有轧空行情嘛。那当初在低档的自身50块的时候，谁在跟你讲？就是我哎。今天已经71块、72块，我说我指的是最高点。我请问你有没有赚到？对不对？股票当然是趁着低档的时候买嘛，不是等到人家涨到70块，我要拼个大小，我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再去拼，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一定是逢低布局，趁低买进，而不是在那边瞎猜，猜了半天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哎，智茂也说他看得不错，
天自贸涨停板，至少有这些公司它有一点反应啊，好不好？不然说真的台股跟食水有什么不一样？再来到面板，我今天连线的时候我讲到，我礼拜三跟思翰连线，思翰问说这面板股能破底啊，尤其友达是破底，礼拜三破底了嘛，对不对？请问分析师，这里可不可以进场摊平？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进场去摊平友达跟群创？你就明知道他们下半年会赔钱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上半年会赔钱哦，上半年会赔钱是这两天你才知道的，礼拜三我还不知道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呢拿去买会大赚钱的阳明跟长荣？我请问你，当天我就这样讲的，礼拜三早上九点半的连线，如果有人有录下来可以去看看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钱拿去买长荣跟阳明？为什么不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不？新闻都写那么大，你也不敢买啊！你要去买不赚钱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去跟赔钱的共生死，你要去认友达是你的兄弟，我救不了你哎、欸，我救不了你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救不了你。包括你看嘛，对不对？中环也是啊，我也救不了中环啊，我跟他不熟，我明显我根本没见过。对不对？你看中环一次长荣输了2495万，每张输7700，这一次好开心，每张赚6000。结果呢，投资朋友，他这一次卖90.63，请大家看清楚，今天长荣多少钱？他再忍一天，他可以卖到95.5，对不对？他再忍一天，卖到95.5，代表什么？他一张可以多赚5块钱。他本来的处分利益可能不是2221万，可能是4400万左右。为什么？他这是赚6块钱啊，那如果再多赚5块，就赚了11块啊。对，多赚11块钱，对，大概将近4000万左右啊。每次看到中环的操作，说真的，要不是他帮我们把这个环球金消化走了，我都很想笑他们。他既然帮我们把环球金给消化走了，我只能感谢翁董事长英明啊，非常英明，对不对？感谢你啊，感谢你啊，吼，这与我无关吧？你买550环球金，关我屁事啊，对不对？与我无关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再来，今天润泰很惨，对不对？刚好跟这个字很有意思，他们来不及润了。中国字啊，润呢，写成英文的拼音叫 run， 好，这 run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。所以有个国学大师，国学金融大师卷款了数十亿就跑了，对不对？跑了哦，每次都铁口直言美国在数年内崩溃，结果席卷了数十亿的信徒资金。你说他怎么开玩笑？怎么可能？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中国人口啊那么多亿，随便卷都有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我听说，对不对？台湾有一位非常亲共的政治人物，我不要讲是谁啊，我不要讲政治人物，我不要讲是谁啊，哦，这个一讲名字就知道，什么中啊什么的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不能这样讲，哦，不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到时候你猜出来又告我，人家在中国大陆去讲学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嘛，去讲学的时候，哎，志同道合的人啊，就给他多少？给他5-6千万人民币啊，对不对？我那我们讲到此为止，我不知道，反正钱很好骗呐、啊，因为人很多。说他润了，他卷款了数十亿润了，也很正常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润了呢？今天润泰双雄出了数字了，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，强短记得要走，对不对？强短记得要走，你不走我也没办法、啊。我看到一些分析师真的每天很认真在跟你解润泰，我个人打赌他们就是之前叫你把润泰当存股的人嘛。那今天这新闻告诉你，润泰，尤其润泰拳，如果没有做资产重估的话，净值真的是负的。他这边有写嘛？润泰拳六月底净值增加多少？125.26亿，对不对？增加这125.26亿之后，六月底的净值是40亿，表示说如果没有同编这125.26亿的话，润泰拳的净值啊，大概是-80亿，负的话就要下市了。哇，好惨哦，对不对？那谁叫你要买润泰？我请问你，都不是我啊！你们看到那财报数字很开心哦，赚10几块，股价100多块，赶快冲去买！天哪、啊！
我跟大家讲过了，寿险的财报我都看无，你刚看有，而且是透过转了一层，对不对？润泰新跟润泰全跟宝成，他们投资一家公司叫什么？叫润成，去转投资南山人寿，所以你能看到数字是相当有限的，这样你懂了吧？对于我看不懂的东西，我是不会去买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是一股啊，对不对？买个0.5股都不愿意，投资朋友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嘛，我不跟你讨论润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直在节目跟你讲的股票叫做建策，我会员的核心持股，对不对？叫做台达电，我会员的核心持股。你呢？你不是啊，你的核心持股是润泰啊 ，wrong。哦 ，wrong， 对不对？那我跟大家讲嘛，行情稍微稳一点，建策这次除息在相对低一点，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除息在相对低一点，应该是我、哦、这边看不出来，你看不出来，在这一天呢、啊，7月14日，不少人跑去放空，现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，高到天上。它从低档到本波的高点哦。对不对？还钱回去算，涨非常的多啊，是不是涨55%还是多少？对不对？涨了100多块钱嘛，踢霸瓦扣啦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赚到？我会员有啊，但你呢？你只会在那边怎么样？你可能还在那边润嘛，继续润好不好？继续润嘛，好不好？那我跟大家讲，我把资料找给你看，我当初告诉你说，财经国师讲东西真的是不要听了，对不对？你真以为大家都是买垃圾债吗？我今天找到资料了，台积电的公司债啊，我找不到报价，对不对？台积电的海外公司债我找不到报价，但是呢，我们朋友在做公司债的，他在6月28日跟我讲，当时应该是最惨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10年期公债殖利率应该是3%多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台积公司债的报价，票面2.5的指的是应该这一个吧，对不对？2021年10月25日发了这一个。票面2.5的，那这一个1.25是美金啊、哦，这个他说报价84，这代表什么吗？你只要买个10亿，寿险公司随便出手买台积电公司债，会不会买10亿？会，甚至可能买到100亿耶，对不对？没有几个人就买光了。你只要买个10亿，你减损是1.6亿哦，你这样听懂了吗？你随便买个10亿啊，你的减损是1.6亿。对，你看到7月22日发了公司，其实不是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当你今天看到这个新闻，费的升级3码之后，现在金管赶快出来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寿险大概可以怎么样？7月份的净值会上升2000亿，希望如此啦，对不对？很多寿险在7月初卖了很多什么台硕、南亚，那会不会有损失？这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希望如此嘛。好不好？这个给大家看就好了，这我们就不多探讨，不多研究，对不对？看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至少我先2000亿元嘛，跟他拍拍手。我也跟他讲，最坏的时候可能过去，但是你现在去买润泰，去买润泰新、润泰全的话，恐怕是有危险。但是呢，我请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些寿险股若有反弹的话，你一定要操作金融股，麻烦换到玉山金、兆丰金这一类的股票操作，好不好？不然就是中，不然就是什么金城银。对不对？金城银跟上海商银嘛，我已经跟你讲到，对不对？有嘴讲阿伯喏，你还听不懂，我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再来最后一点 ，ABF 剩一点时间了。我昨天跟他讲，真的很离谱啊！如新跟新兴竟然同等级的公司，我真的是觉得太离谱了，好不好？就因为新兴说怎么样要保守看，对不对？我也跟他讲，就不过就是英特今天盘到为什么大跌？这个不好嘛？东西延后一季出而已。那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趁这个机会，我跟他讲，你不用这时候急着进场，不用等到有人愿意帮你买上来。当初我买强茂也是，强茂最低35、36块，为什么我50元才买强茂？现在有人帮你买起来啊，可能是阿中啊，对不对？方敏中董事长啊，可能是他嘛，有可能是他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那我也讲到，没有错，铜价下跌是景气衰退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包括 ABF 载板、散热跟连接器，铜的占比很高。需求只要持平不跌太多，毛利率跟获利下半年就会看涨了。这一次为什么新兴的毛利率冲到37%？这绝对跟价格啊，就跟原料价格下降有很大关系。为什么铜从104多少，那跌到7000啊？
但现在有反弹没有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讲过了嘛，这些包 APP 载板，对不对？散热跟连接器，他们就是真正的受惠股之一。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啊，当然我们是比较积极操作。今天15000点了，我希望你都赚到钱，希望你不要被，对不对？不要买到润泰新、润泰全嘛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不要买这些。但是哪些公司未来有前景的，投资朋友，我也讲过了，你继续报友达，继续报群创，那我救不了你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当初你有把那些股票转去换到货柜，换到建策，对不对？那 OK 的。你再不换股的话，你还是无法解套。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，我们这个专案哦，我希望大家，对不对？利用这一波国安金护盘的同时，你把那些烂股票换掉，好不好？投资朋友，其实今天如新也打开，你继续抱它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新也是打开了，好不好？把那些烂股票换掉，跟着我们一起集中火力。我们这个超值专案，我希望投资朋友赶快把握机会，跟我们线上服务员做联络。祝大家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